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吃一个酸菜小笋炒肥肠。这个是酸菜小笋，里面的话有一半的酸菜，一半的笋子，吃起来微酸微咸。这个笋子的话，都是咱们湖南山上的野生小笋子笋尖做的，吃起来特别脆嫩，还有酸菜。配上这个肥肠，妥妥的下饭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一袋的话是这样三袋啊，一袋的话都是238克一袋，一袋可以炒出来一盘，里面干净无沙啊，微酸微咸。咱们打开直接炒肉或者炒青红辣椒，炒肥肠啊，炒酸辣鸡杂都可以啊。真的超下饭啊。